就记兴吼，即当时啊，差不多是十一点外吼，到一点时间吼，三月八号，2012年吼，按伫咱头前遮个，就是阮伫行去吼，台北市吼，遮是蒋介石诶纪念馆吼，边仔遮拢是咱台湾吼，世界来诶吼，朋友吼，拢是市区诶人，还是讲。做市区生意的人吼，真侪人大家做伙拢来台北市哦，要甲马总统表示意见吼，就是讲啊，美国有吼，内底有上侪迄款的，学袂食迄化学物啊吼，迄毋知叫叫啥吼，迄是瘦肉精啊吼，食了只有代志，人无代志吼，咱看到位。不管是台湾、屏东啊、宜兰啊，要彰化吼、苗栗，要嘉义吼，拢有人来的吼、就是意见，先个就是讲，咱政府吼、对美国有吼相对软弱，啊，即个总统府煞吓惊着，总统府头前吼，较早开达官大道吼，拢会使，大家去游行拢会使去吼，即个煞袂使吼。即个你查伫街头伫踅嘛吼，当大家做伙安尼牵到外安尼长呢，过莲花园吼，一直牵到遮吼，哦，遐位头看无止尾嘞，你看安偌济人，上少嘛几啊万人呢吼，来遮吼，大家都和政府表示意见吼，即款代志较大条，因为美国政府吼，美国政府要甲牵去吼，牵到去别位啊，吼，你歹。我美国有卖来台湾，我就买予你的产品吼，卖去美国，所以变台湾变代志真大条啊！即个安那动员遮济人，对个计会，大家感觉讲内问题吼真歹处理吼、哦。啊，做生意的啊，做电脑做啥的人，先生要卖物啊，卖去美国啊，吼、哦，来赚美国钱。啊，美国人嘛想要赚台湾钱，啊，一寡啊你不饲的有吧嘛要卖来台湾吼。哦所以代志变真大条，吼、哦！总统啊，要甲马英九要甲吼、哦，要甲美国人讲好话，嘛要互台湾人自己交代，变做吼真歹处理这项代志。咱大家即个来吼、哦，台北市吼、哦，总统府头前要甲抗议吼、哦，就引起马英九总统吼、哦，就心情吓惊吼，毋则规条开达个。大道拢甲扎起来吼，拢袂使人去遐抗议吼。我是有记性吼，伫台湾吼，台北市吼，台北市即个遮吼，你叫大家做报道，真多谢。吼，有大家做报道吼，即个是伫社会人吼，动员吼，遮济人，大家全部啊拢无共。吼，我嘛较早嘛伫市区啦，是个。对啊，各位，好，真多谢。